呢对喺停车场里面嘅七人车俾人爆玻璃，附近另一个停车场有好多架车就被淋红油。呢班车主就默默咁清理惨被淋红油嘅爱车。呢个男人一面白车，佢个样就好无奈啦，仲乸到只眼，用张纸巾抹下先啦。究竟系边个咁冇阴功破坏呢度成七十几架车呢？你本身损失几多？两部车啊，两部车咧。一部工程车，一部私家车，两部都中咗招，全部都中噶啦，冇一架唔中，全部淋油啊，架架车都淋晒啦。本身你知唔知呢一块地咧系即系祠堂地啊，定乜？定系有？唔知道啊，唔知道啊，月租啊，有人收，有人管理噶嘛呢度？系系咯，几钱个月？千百蚊啊！千百蚊，即系多数都系村民拍噶啦。附近啲揸車嗰啲咯。咁但係近排有冇話啲咩？冇啊，冇特別嘢噶。突然間嚟噶。呢個車主就好無奈咁話，短時間之內好難揾地方泊車，只能夠繼續泊喺度。現場係粉嶺龍躍頭嘅露天停車場。星期三凌晨六點幾，有人發現有好多架車被淋紅油，現場嘅閉路電視亦都被破壞。警方到场了解情况和搜证，而个几钟头之后，距离这个停车场的950米，属于同一个经营者的停车场，亦都有十几架车被人爆玻璃窗。两个停车场一共73架车惨遭毒手。而有现场人士说，歹徒是同一日的凌晨一点几来犯案。消息说，经营者没有黑社会背景，警方初步调查之后列为刑事毁坏案处理，由反黑组接手调查，正追缉歹徒和调查犯案动机。